在北美选购空调需要注意什么？厂家品牌、产品供应商和安装代理到底哪个更重要？大部分客户以为厂家品牌最重要，实则不然。空调历经百年发展，制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在北美也就那么几个大的品牌，几乎控制了整个北美市场。现在质保也几乎都是十年配件，所以只要不选择太小众的品牌就行。其实啊，我们倒是建议用户对产品供应商和安装代理要进行更加认真的筛选。在北美，每个品牌都有指定的产品供应商，好的产品供应商有足够大的配件库存，能及时提供我们所需的配件，而好的安装代理能够正确的选型和安装调试，让空调设备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而且一旦遇到问题还会及时的提供合理的维修。现在您还觉得空调的品牌最重要吗？下面请看北美空调厂家和品牌介绍。北美的暖通空调品牌和汽车很类似，不同厂家有高、中、低档等不同的品牌。下面我们以最常见的品牌为例，大致总结如下。一、江森自控 Johnson Controls， 主打三个品牌 York、Luxair 和 Coleman。 第二， United Technology 拥有以下品牌，主要有 Carrier、Brand、Pain、 International Comfort Products，也就是很常见的 ICT， 包括 Comfort Maker、Heil、Kitrit、Campstar 等。三、Lennox International， 有 Lennox、Airease、Concord、Armstrong Air、Daikin、Airflow 等等。四、大金 Daikin Global， 主要有三个品牌 ：Daikin、Goodman 和 Mana。第五 ，Ingersoll Rand， 拥有 American Standard 和 Train。六 ，Rheem， 有 Rheem 和 Rude。七。Will Steel 是唯一一个加拿大生产商，拥有两个品牌 Napoleon 和 Continental。 同一个厂家产品如何进行品牌的选择？美国和加拿大的空调设备制造标准极为严谨，大众品牌产品质量相对稳定，售后服务好，保修制度也比较完善，几乎所有品牌的暖气和空调都是十年配件质保，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产品的质量担心。至于是否要追求品牌中的极品，我的建议是中等级偏上即可，不建议最便宜，也不必追求最贵，因为越贵的设备科技含量一般越高，但是同样科技含量越高的设备控制就会越复杂，出问题的几率和维修费用就会越高。当然追求先进科技的富豪另当别论，因此在每个品牌里它的旗舰型号一般都是性价比最高的。您弄明白了吗？中央空调的制冷效果关键影响因素。在北美，大部分的空调设备都使用相同的制冷剂和几乎清一色的同一厂家的压缩机，看起来空调的品牌与制冷效果的关联度并不是很大。那为什么制冷效果会差那么多呢？那是因为空调选型、安装和调试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其使用寿命、制冷效果和出故障的概率。在北美，很多水暖公司都可以安装空调，但事实上可能有的公司甚至没有一个制冷持牌人员，安装工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即使大牌公司也可能会因为人员流动性高导致具体施工人员的水平不稳定。所以对于最终用户来说，最可靠的就是找有持牌的经验丰富的技工进行施工。看完本片，您学会怎样保护自己了吗？关于中央空调的噪音，在北美选择空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噪音的大小。当然，一般噪音小的设备购买和安装的费用都是相对比较高一些。一般来说，设备的噪音来源是运动部件、液体和气体的流动。一、运动部件。对于北美的中央空调来说，运动部件主要包括室内的风机、室外的风机和压缩机，所以选择噪音小的风机和压缩机很重要。当然正如国内宣传的变频空调是根据负荷自动调节风机和压缩机一样，也是可以减少噪音的一个方面。二、液体流动，主要是制冷剂在铜管内的流动，一般不仔细听是听不到噪音的。三、气体的噪音，当风机推动被冷却或被加热的空气在室内流动，以及室外风机搅动空气时，气体噪音就产生了。这方面的噪音，尤其是室内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相信在北美使用吹风暖气炉的用户是很头疼，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总体来说，噪音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现在的无级变速暖气炉可以通过变速来减少风机和空气流动的噪音，
如果对此比较敏感的客户，可以考虑更换变速暖气炉试试。如何理解空调的季节效能比，也就是 SEERS 的含义呢？在北美，空调 SEER 从13到21，甚至可能随着技术革新会越来越高。我们都知道，能效比越高越好，当然价格也越高。只有能效比达到一定要求，才能算 Energy Star 的设备。一般各地政府对 Energy Star 的空调安装会提供一定的补贴。大家如果知道自己城市的补贴，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我们比较一下。那么什么是季节效能比呢？今天我们不讲专业的定义，我们通过数据通俗易懂的来让大家明白空调效能比的意思。如果您家的空调每消耗一度电能从您的房间带走2000瓦的热量到室外，那么您家的空调能效比就是2，同理类推。但是在北美，我们现在的中央空调一般是季节效能比 SEERS 表示，最低也要做到13，也就是说在整个制冷季节，平均每消耗一度电能从您的房间带走3000瓦左右的热量到室外。因为北美使用的单位是 BTU， 我在这里已经进行了标准单位换算。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房子内部为了达到20度，平均每小时要带走3000瓦的热量，我们选择的空调又恰恰是 SEER 13，那空调每运行一小时耗电量就是1度。但是所有的参数都是标准状况下的理想实验值，实际运行的影响因素太多，您明白了吗？关于中央空调的 stage， 在美国和加拿大，中央空调根据压缩机和风机工作的阶段不同，有三大类型。一、单机空调，压缩机和风机始终以一个速度100%的容量运行。二、两极空调，空调开启先以相对低速低容量，多数型号为70%运作，达到程序设定的负荷后，再一起加速到100%的容量高速运转。三、变速空调，设备完全根据房间温度自动无极变速调节，容量范围从40%到100%，增量不足1%。安装费用方面，越简单的越便宜，越高效的越贵，您会如何选择呢？北美地区拥有最先进科技的变速中央空调，要发挥其优势，必须要压缩机和室内外风机三者同时满足一个频率的速度运转。因为空调制冷需要借助暖气炉实现室内的风循环，因此室内风机的情况则取决于家里暖气炉的级别。简言之，一，如果您的暖气炉是单极风机，那么您只能安装单极空调。二，如果您的暖气炉是两极变速，那么您可以选择单极和两极变速空调。三，如果您的暖气炉是无极变速风机，那么您可以选择任意级的空调匹配。如何选择适合的空调，您学会了吗？中央空调的配件质保。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暖气设备，现在北美范围内的厂家基本都提供10年的配件质保。然而很多购买全新房屋的朋友在进行设备维修时才发现，他们的暖气炉和空调却只有5年质保。为什么新屋会莫名其妙的少了5年的质保呢？那是因为或许一些开发商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在安装后30到90天内，客户需要网上注册才能享受10年的延长质保。新屋建成后半年一载之后才入住怎么办呢？只要您能够提供可靠的证据，厂家大概率会从您交房那天开始计算。所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吧，小知识省大钱。当然配件质保也是有很多条件的，比如我们遇到因为客户无法提供每年的维护保养的记录而拿不到质保配件的例子，比如因为某种原因某个配件出现多次更换最后无法拿到质保的情况等等。配件质保的最终解释权是在厂家，其实啊和安装代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有的细则都在说明书上，您学会了吗？中央空调安装后的人工质保。空调和暖气炉的人工质保，大家可以从保险的角度理解。一般来说，安装公司的报价是自动包含1年的安装人工质保，如果故障是因为安装不当所致，则应当提供免费维修，如需10年人工质保，则需支付1000元加的额外费用。设备生产厂家也对某些产品提供10年人工质保，只需要额外的300元，但同样也有一些限制。一、
加班时间的加班费不包含其中。二、维修服务公司的上门费和车马费不包含其中。三、无库存配件的加急快递费不包含其中。四、超出厂家支付的标准工时以外的费用不包含其中。当然，这些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总之，人工费裸奔，还是保险加经济，还是花钱不操心，总有一款适合您。如果在选购和安装中央空调之前做足以上的工作，那么您就可以大大减少后期的维修甚至运行的费用。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在空调选择上给您一些帮助。今天的视频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 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请各位朋友不吝订阅和点个赞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